女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几乎相关的工作，工作形态是正社员，目击人数是两名，几乎相关的工作，工作地点是在神奈川的昼野市和东京都的立川市，然后工作时间是西服投掷，给予是19万到22万之间不等，然后那个每年有两次赏与，对于日语要求不是很高，可以达到绘画商务日语能力就行。另外，这个如果有取得福祉这个介护相关的证书就行。如果对于介护相关工作感兴趣的小伙伴，欢迎大家随时来我们公司听一下公司的说明会。公司的说明会是上午的135，每周一三五的上午11点和246的下午1点。如果有不方便，也可以打这个电话联络。公司地址在这，我们公司每天有50多家企业的面试，安排咱们到个人的话，能有8家企业的面试机会。另外，这个面试结果一般都会在当天得到，时间上会节省很多。如果对于介护相关，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介护相关工作感兴趣，欢迎大家随时来我们公司听一下我们公司的说明会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